这个很高价，开5万，来给你加点，19万五，19万，开超来。粉丝有求，天天必应，来上座大作强，看看今天的幸运儿是谁呢？看看能够抽到谁。哇，这位小姐姐她说，甜甜师傅，葡萄肉葡萄肉葡萄肉，我要一条20000的葡萄肉，大气一些，圈口5456都可以，爱你哟。好的，这么喜欢葡萄肉，接受你的挑战，给个小心心。下面我们就一起去找葡萄肉走。这条种水很可以哦，种这很老，这里带一点小飘花，但是有个小纹，颜色会闷一点点。这个打什么价？可以开2万5，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，但是有点担心这个问题。你看它渗到中间了，我们再看一下。好厚实啊，这一条，这个做出一个圆条也很好看哦。像这么厚实的话，它里面还是会有点小棉感的，这就是一个纯天然翡翠的表现咯。你看老板这个打什么价？超预算的哦，很好看啊，这一套它里面的这些小棉感好有意境呀、啊、哇，你看看这个荧光，这个什么价？老板这个开20万，有给过价吗？这个给过8万5，每次都好看啊，都超预算。我们再寻一下吧，这个好看，就对比起葡萄肉稍微浅了一点点颜色，但是成品之后它可能颜色会更加的释放出来，整个颜色还是比较均匀的，但是稍微的有一点小棉感，整体的效果还是不错，底子还是比较的细腻，很干净。这条是多少价？开5万。给过什么价？给了18000。那加一点哦，18600。没这么高啦，老朋友跟你说清楚了，我卖家要过25000的。再给你加点，19万5。19万5，老板19万，来抢来抢来！今天我冷到嘴瓢了，19万。19500，你最高能给多少？一口价吧，19500呀，那没得谈，再加到20000，好不好？20000，拿走了，拿走，给你转钱啊，走了，拜拜。姐妹们，你们爱的水晶葡萄肉它来了。哇，我们看一下这条手镯呀、啊、它整个就是胖嘟嘟的，非常饱满，然后非常让人讨喜，因为做的是一个圆条的条形，所以感觉就特别的大气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个光泽度是非常不错的，种质也很老，它里面的肉质很细腻，而且我们的这个水晶葡萄肉呢，比正常的一些情绿色的手镯呢会更加的温暖治愈，所以上手特别好看。那么小姐姐呢已经把钱给我转过来了，20000块钱现在已经到账，下面呢我们就去给他发货，记得关注我，我也帮你们找，拜拜。